into your microphone from this wedge, okay?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我们关于发展、创新和经济问题的这个主场会议。实现包容性和繁荣的数字化转型的有效政策需要什么？信息技术，包括互联网这些新兴的技术，是有潜力去促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是17个可持发目标和其具体目标。与此同时，信息这个技术变化非常的快，带来新的挑战，可能有预想不到的后果。我们有一些领导人者，还有一些利益相关的代表，来在这里来给我们介绍。技术社群是怎么样可以为可持发目标做出贡献？我们将会分成三个部分。首先呢，我们会介绍背景，有专家做介绍。第二个部分会请动态联盟来介绍他们是如何促进可持发目标的。第三部分我们将会有一个问答环节，请大家提你们的意见和问题来问我们的专家。我叫纳迪亚。我是苏念的一个社会创业者，我非常高兴在这里共同主持今天下午的会。我的共同主持人 Diego Magallo， 他是世界促进信息社会的这个国际商会的主席。现在请 Diego 来介绍我们的演讲的专家，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午餐后回到会场。今天下午会比较长，但是呢，会非常富有成效，我相信。首先呢，我的任务是要介绍我们的演讲者，我就不做介绍，请他们自我做介绍，自己做介绍。我就想请各位专家做一下自我介绍，然后讲一讲关于你们自己的事情，就讲一下你们的秘密，没有告诉过别人的秘密。我先从我自己开始，我是哥伦比亚人，我是 ICC 的主席。我的秘密就是我睡不着，不是因为时差，因为星期四晚上必须回家和我妻子讨论一个严肃的问题。因为现在是创业的世界，我把两年的就是积蓄投进了一个风险投资，最后失败了，然后他就警告我说不要这样，所以我现在遇到麻烦了，这是我的秘密。现在请 Celine 先介绍你自己，听得见吗？我叫 Celine Sada Benaben， 我是 eBay 的法国总经理，我为 eBay 工作12年了，我是在电商领域工作也有差不多20年了，时间比较长。我的秘密不，我的秘密就是我曾经在迪士尼做这个扮演这个果飞狗的角色。我叫 Jason Chiboy， 我来自肯尼亚通信管理局。我是执法部门的人，我是做这个法医学，包括从物质的到网络的这个数字的法医。我
可能未来我会成为农民，我会务农。我叫比绍盖达，我在印度孟买，我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我们是在这个妇女残疾人方面工作。我有一个真正的秘密，就是我在训练成为 DJ，这是我正在学习。Andres，我叫 Andres Cedres，是美洲电信企业协会。我在乌拉圭工作。我不是很喜欢我的秘密，就是我作曲做了一首歌，本来是想交给这个欧洲歌唱大赛的，最后我没有交，最后没有提交这首歌，所以我们。台上有未来 DJ，还有写歌的人，很好。现在就要请我们的演讲人发言了。那我就要问 Jackson Treboy 先生，你发展中国家遇到哪些促进这个数字转型的时候遇到哪些障碍？怎么样？有哪些？怎么样去建？有一些这个可以有成功的模型，还可以被别人复制的模型。请你发言在3分钟以内。数字转型很必要，包括企业，大大小小企业、政府等等都需要数字转型。它是一种变化，也是文化的变化。虽然在全球有一些这个共同挑战，包括有一些预算的限制，就是知名度不够，可能缺乏一些领导。在发展中国家。有一些他们自己的挑战和障碍，妨碍数字转型的发生。多数是因为文化的原因，人们错误的理解。有人会说是基础设施的原因，其实是一个理解的，就是对数字转型的理解的这个概念理解不够。第二个呢，就是一些信息系统的遗留的一些复杂和僵硬，有一些。鸿沟，因此呢，最后整个都必须放弃，而且造成巨大的成本的浪费。第三个特点就是缺乏人员、人才。这发展中国家特别明显，他们的技术。和知识的基础在这些国家还不够。网络安全也是让这些发展中国家害怕，因为不理解，因为不了解，因为监管不够，法律不足，就让人们。很难接受，像
数字社会的转型。最后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这个挑战就是技术的这种指数的发展，爆炸式的发展，就技术多样化的爆炸式发展，发展得太快，所以一些发展国家跟不上。谢谢 Jackson Chaboy。现在我们要用西班牙语了，大家可以戴上耳机。Andres，我是美洲电信企业协会的这个区域主席，您是这个区域主任。稳定非常重要，让我们这些普通人可以受益于这样的技术，以及它带来的发展的机遇。那么，私营部门可以做什么来促进这个任务的完成？谢谢 Diego。我只有3分钟，所以我会讲得很具体。我们的主要的角色，就是建立信心，让公民对我们的服务、对我们的系统充满信心，并且与政府合作来利用人才，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这也是这个系统可以有互动操作性的这种，使全球可以互联互通起来。这在整个数字链条上还不完全存在，还有一些服务还缺失。互操作性还不够，所以要让用户有信心。要他们有信心，还需要保护安全和隐私。新兴经济都需要去迎接这样的这种数字经济，要能够利用这些数据，但是一定不能够威胁居民的隐私。美洲之前研究了这个公民的安全，网络安全。做了调查，那应答的人就说，他们比去年还要更担心他们的网络安全。他们非常担心企业怎么样去，就是利用他们个人信息的方法，让他们感到担心，感到害怕。企业这边呢，也需要把他们的信息数字化，害怕他们的数字化的信息的被黑客盗取，所以一定要有安全的系统。这个系统的使用者一定要能够相信他们的数据，他们的这个信息是安全的。昨天马克龙总统也说了，我们有责任要保护用户，保护用户的数据。另外，就是私营部门还可以做出贡献的，就是人才，在美洲，2/3的年轻人还不能够去从事需要数字能力的这个就业机会，因此在教育方面要从事这方面的这个教学，因此要与大学和各个部委展开这方面的合作。Selina，请 Selina 回答下面一个问题，就是需要怎样的主要的政策来促进对
ICT 的信息，这个投资，怎么样是让这个偏远地区的这个企业都能够受益？我相信私营企业，像我们 eBay 这样，已经在创造数字机遇给各种各样大小规模的企业，都为他们创造机遇。从20年前 eBay 建立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在提供一个安全的全球平台，让所有的销售者，不管大小，来自哪个国家，都可以触及到世界各地，让他们都可以卖他们的产品，卖到世界上1亿7000人都可以买他们的产品。我们现在已经有大大小小几百万的销售者在我们的 eBay 上。我们法国99%的这个小企业，他们都卖到20个国家，他们只需要有产品就够了，只要放到我们的网站上，就不需要投资了，就卖出去了。他们只卖出了以后，需要交一部分的这个费用。他们不论是在哪个地方，多大规模，是不是个体企业？你是专业的还是这个兼职的？你都有相同的机遇可以卖给全世界。我们不做这个，我们也不去推。我们都认为这个可以带来这个，像我们这样的私营企业一定要联合起来，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个销售者们在告诉我们，他们给了我们一些具体的反馈。第一个呢，就是要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够完全有机会获得高速互联网连接，因为如果互连接慢的话，就会影响这个运作。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是需要有这个交通运输、物流的基础设施。我们需要这样的基础设施是快速运作的、可靠的。需要基础设施也是可以买得起的，也必须要是透明的，因为要卖东西，你信任非常重要。那信息的透明化就能保证这样的信任。第三件我们需要的事情就是出口框架的清晰，就是关于这个每个国家的税务部门等行政部门都需要做的事情。在欧洲，你不可能让这个一个小企业了解他卖到每一个国家，这些国家的增值税税率是多少，你不能让他都掌握这个信息，所以我们必须要合在一起为他们提供这样的信息。因此呢，我们 eBay 呢就和这个这些国家的行政部门合作来提供这样的信息。现在请 Bishaka，下面请 Bishaka 发言。我们在这里呢，不是谈到主要谈从纯技术角度谈，而是呢谈及人，因为技术可以让使用者来了解，并且呢使用这些技术。此外呢，使用者也应该成为创新者。那么，我们应该要考虑到什么社会方面的因素，做到这一点。确实，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想，首先呢，我们就应该明白，在这方面存在一个很大的多样性，这里边包括数字技术的使用者，比如说手机，如果呢，
有老的手机，还有呢是比较新的手机，所以一个国家里头本身就会有不同，同时从语言的角度和这个不同的性的取向以及其他，还有不同的这个，比如说有障碍或者是有残缺等等，这些都造成了这种多样性。因此，我们应该要做到呢，让那些最处于最不利群体或者是最边缘群体，也让他们能够使用这些技术。但是，我们是否应该要这个仅仅让他们能够上网就可以了，还是说可以做得更多？比如说在这个社会中，哪些人可以上网？哪些人？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文化层面的标准，因为很多时候啊，人们往往看不到这一点。比如说，妇女她上网、上互联网呢，她和这个男性的这个上互联网的，可能是不多的，可能性啊是更少。比起男性来说，比如说他们不懂英文，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呢，他们上网就很不方便，而且呢也不可能啊单独的去做很多的操作，所以啊这些问题往往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而这些问题呢又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了解了所有这些问题，才能够真正的了解怎么样才能发挥使用者的创造力。谢谢。下面呢，我们请一些动态网络的代表来介绍一下他们工作的成果。比如说，从我们面对这个数字技术变革和转型这些挑战的时候啊，这些动态网络是怎么做的？谢谢。我们呢是使用一些创新的方式来鼓励联网。首先呢，这个联网呢当然是包括这个上网本身，同时呢也包括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的实现，把这个网络技术呢和可持续发展联合起来。但是目前呢我们还缺乏资金，因此呢这个做得很不到，就没有办法呢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从互联网上受益。另外，我们也开展了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以便能够更好地了解目前的情况。同时，我们有很多的合作伙伴，首先是政府，政府呢，他们收集各方面的情况，以便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工作的影响，并且进一步的进行研究。比如说呢，我们在这个卢旺达、瓦努阿图和那个尼泊尔都做了这一类的研究，同时呢，还做了专门是这个教育，为可持续发展那个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些呢研究，也使我们看到呢，应该要进一步的改善我们的工作方法。而对此呢，我们有一些担心，因为我们目前来说啊，像我们这样在这个领域中进行研究的还不多，希望将来能够更好。此外，我们也参与了一些计划，在我们研究了可持续发展四五和第九个目标，怎么样呢？从这个基础设施的角度来落实这几个目标的实现，而对这个第七、第八、第九和17项目标也进行研究，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做这方面的工作。谢谢。下面，我想请 Olivia
也是一个动态网络的联网的一个代表。我是代表互联网核心价值观的这一个动态网联网联盟。我们所做的工作，在我们这个动态联盟里边，是涉及到呢，怎么样来保证啊互联网的开放性。因为互联网呢，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全球的，而且是可以这个自由进入的这么一个空间。我们的工作可以有助于进一步的，促进可持续发展各项目标的实施。我们对于企业革新以及呢这个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所做的工作，都是呢和网络保护以及呢开放和全球性的媒体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因为这可以进一步的促进，进一步的打破边境的这个局限性，而这个加强合作。因此呢，直接涉及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我参加了一个小组的讨论，在讨论中我说过，在历史上，人们要见面，是为了这个推动世界的进步，这也是互联网的历史所证实的。而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也是为了进一步的推动这个问题的发展。在促进互联网开放性和全球性的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为进步做出贡献。好，谢谢。我下面想请 Key 女士来发表一点意见，她是关于这个性别与互联网治理之间的这个关系。谢谢。我是代表了性别与互联网治理动态联盟，我们主要呢是在可持续发展第五个目标这个领域呢，开展活动。我想呢，从三方面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首先，在数字技术领域中呢，确实是存在性别的鸿沟，因为这个女性啊，上网是比这个男性上网的比例要低得多。这里边不光是涉及到上网的问题，同时呢，也涉及到妇女权利的保证。因为呢，这个妇女呀，上网的这个权利呢，和她们在社会中的其他领域的权利是相连接的。此外，第二方面呢，还有在这个就是数据的方面呢，也存在问题。这个数据的收存和获取呢，当然不光是性别这个不平等的问题，所以呢，应该要让女性也能够提供那些数据。从2016年以来，我们呢是就有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呢显示，只有15%的那些研讨会啊和机构的这个讨论呢，涉及到性别平等的问题，所以啊，这个领域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改善。最后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想改善这个问题呢，还要考虑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残疾问题啊、收入和这个性别平等。因此呢，应该要考虑到是为谁服务，是谁能够在互联网上发声。所以目前的政策呢，都是建立在既有的这些数据的基础上，所以呢，应该要进一步的缩小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和不同。好，我是代表这个儿童在线安全动态联网，
我是一个英国人，在生活在伦敦，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安全动态联网是一个世界性的非政府组织，我们的总部设在曼谷，我在很多国家，在各个地区都有我们的这些分支机构，是以各种方式在儿童在线安全领域中开展活动。我们这一个非政府组织呢，非常的活跃，而且也是在实施可持续发展这个目标过程中呢，起到一种这个发声，起到这个压力。我们有5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都是和我们这个领域相关的，比如说4、5、8、10和第16个发展目标。我认为呢，这样像我们今天这样的论坛呢，实际上也要面对一个现实，就是这个网络是这个以儿童为主题，而这个还有呢，一方面是网络这个自由，但是我觉得啊，要是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的话，就错了。对我们来说，每一个儿童，不管他们在世界什么地方，他们都应该有权利，享受到互联网给成年人所带来的那些利益和这个进步。联合王国呢，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在这方面非常活跃。我们作为这方面活跃的一个非政府组织，很难理解呢，这个儿童他们实际上对于这个互联网的发展是起了作用的，但是他们往往呢又不能够充分的利用这个互联网。所以呢，我们认为在应该要消除国与国之间在这个领域中的不平衡、不平等。此外呢，我们虽然是有一些数据，但是与此同时不能够忘记，每一个这个1/3的互联网的使用者在世界上实际上是未成年人，也就是说不到18岁，而在发展中国家，他们几乎是代表了人口的50%，有些国家呢甚至超过50%。因此，这个现象呢让我们非常的担忧，因为这个网络啊，它的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对于年轻人影响之大呀，我们不能够置若罔闻，不能够这个不重视，因为我们现在谈及网络的治理的政策啊等等，但是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呢似乎给人的印象是网络的问题只涉及到成年人，事实上呢并不是这样，因为儿童在这个互联网的领域中呢，他们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好，谢谢米兰莫哈哈你的发言。下面请一个我们这个动态联网呢是依照2011年有关互联网这个管理的一个协议，在这里头呢，我们是从这个保护人权和保护和这个可持续发展的各项目标的实施呢是紧密相连的，特别在一些领域，比如说和环境相关的，以及呢新技术、新能源的出现和科技创新等这些问题都是相关的。此外呢，从我们的这个宪章，我们有这个第14条，这个第14条是涉及到就业权利以及尊重就业者的权利，以及呢，工作
地点的这个上网的问题和通过这个网络来工作的问题。另外呢，还有我们宪章中的第十六条，这是就是互联网的消费者他们的权益问题。因为呢，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应该呀、要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来指引新技术的发展。好，下面呢，我们请萨瓦亚发言。他是呢，关于这个进入图书馆的这个动态联盟。图书馆是应该呢能够向公众开放，而不以这个就是利润，不是那个贪图利润。所以我们呢也是要根据呢联合国的有关的2030年议程的目标，帮助人呢来实现他自身的价值，尤其呢是往下的这个图书的阅读，以及呢这个在网的查询书籍，在所有的国家，比如说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呢，我们在家里头有电脑可以随时上网，但是呢网上的图书馆可以向人们宣传各方面的功能，而且能够帮助人们去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图书馆呢可以提供一些这个基础的设施，他们呢可以以低的这个代价而提供一些服务，而且呢他们所在的地点呢已经是在社区啊，为这个社区的居民所了解，他们可以通过不同的一些计划，而且呢有相应的这个预算可以开展活动。所以这个网上图书馆呢图书馆呢可以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做出贡献，可以让公众呢更多的获取信息，以及呢这个提高他们数字技术啊，在使用数字技术方面的一些这个能力。我们呢应该要提供一些服务，而且呢比如说开展针对那些被边缘化的那些群体的人，来向他们呢提供培训，而且从我们的教育的领域中，从网上通过网络等等啊向他们提供帮助。关于可持续发展第五项目标，这里边呢尤其涉及到这个妇女怎么来使用技术，而妇女呢完全可以通过图书馆来寻求啊这些这个技术，而在图书馆以外呢他们往往很难找到那如何使用这些技术的方法。另外还有第八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那可以呢帮助这个边缘化的群体，来帮助他们找到工作就业。另外呢还要保护农业生产者的权利。最后呢还有可以对健康领域福利，以及呢这个保护公共健康卫生等方面啊做出贡献。所以啊对于妇女来说，这方面呢尤其显得重要，因为妇女呢她们很难获取这方面的信息。Disability and disability. 现在请负责可获取性和残疾人的 DC 代表。谢谢你邀请我来代表 DCED。现在全球有13亿有残疾的人，那这么多人，他们加上他们的家人和朋友，这些人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可以达到8万亿美元。有80%的残疾人都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所以说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于残疾人来说很显然是非常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并没有说到残疾人，但是呢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的提到了残疾人，一共有11次，所以说呢非常的有相关性。有许多的国际框架都是涉及到残疾人的，2030年议程，可持续社会，这是人居三会议的成果。包括广泛的仙台减灾框架，联合国的大会在残疾人日的时候发起了一项报告，所有的这一些都是在联合国残疾人公约的框架下。残疾人不管是在哪一个阶段的残疾都有权利要能够发展，而且呢一个好的设计是能够适用于所有人的设计，所以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于融入残疾人非常的关键。普遍性的设计可以帮助我们融入，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严肃地考虑这个问题。联合国的公约是现在包容性发展的一个框架。最后我想说，怎样才能够确保你们的工作当中纳入了残疾人，征求他们的意见。谢谢 Gary。新兴的技术怎样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我想请区块链的 DC 代表。区块链有能力改变人与人互动的方式，人与环境互动，人与社区，人与企业互动的方式。我们在几个不同的工作流当中已经探索了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希望能够看区块链能够怎样帮助我们建立起分散式的电网，另外呢怎样能够确保文凭的真实性。我们还在研究怎样把区块链应用到供应链当中，特别是提高透明度。我们还有一个工作流是企业问责制，我们在工作当中发现在整个区域链的这个社群当中，我们能够利用区块链的技术来改变人与人交流的方式。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讨论，就是区块链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治理的协议，这可能会影响到这项技术是否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未来的愿景。我们正在研究区块链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
我们明天将会有一次活力联盟的会议，也邀请大家参加。想要继续来谈支持发展目标的这个话题。现在请物联网 DC 的代表。谢谢。数字化正在塑造我们的社会，而且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一切行为，而且它也是有必要的，否则我们不能够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物联网和上网的物件将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目标，它们能够带来很多的好处，但是也有很多的风险。所以我们的动力联盟是在思考怎样才能够让物联网的发展能够是可持续的。所以现在的挑战是要确定在全球应该有什么样的伦理价值，并不是我的价值好或者是你的价值更好，而是要考虑到各方的伦理价值。可持续发展目标二，关于粮食，很显然技术能够帮助我们提高产量，现在已经有许多的国家用到了农业技术，但是呢技术还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灌溉监测等等，只要我们理解了技术是怎样运作的，同样健康方面，特别是环境预警系统，在这方面呢，我们如果看一下海啸的早期预警系统，现在这个系统已经用了好几年了。这个系统它的作用是进行一个提早的预警，这还只是一个例子。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怎样才能够确保这个系统在长期是高效的？还有很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例子，我都可以说到为什么物联网可以帮助我们。其实这是一个监测的系统，预警的系统，而且呢，它也给我们提供了反馈，让我们能够改善系统。一个关键点是能力建设，因为只有在当地进行开发的时候才是最高效的，而当地的技术人员和当地的社区，他们需要培训，而且呢，需要让技术可得。我们的活动包括培训青年企业家，教他们使用设备，进一步提高当地的互联性，特别是通信方面的设施。请您总结吧。我们需要考虑这个问题，确保我们行事的方式是符合伦理价值的，而且要强调当地的能力建设。谢谢。我想从您刚才说的开始吧，当地的能力建设。有些国家，一些小的岛屿国家，可能面临着挑战。请代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这一名代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大概是有代表了5700万人，根据联合国的报告，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人口少，资源有限，地处遥远的地区，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容易受到经济冲击的影响，依赖国际援助，有许多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他们国家都是一些垄断的市场，需要他们来提供服务。在通信行业，运营商一般都是处于垄断地位的，所以说呢，在基础设施方面、服务方面都很薄弱，可能人口当中只有一部分人受益，另外有很多人被落下了，比如说穷人、妇女、老人、残疾人等等。而且因为面临着资源管理方面的挑战，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可能无法利用现在最先进的一些 ICT 的技术，因为这些技术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和资金。在太平洋的岛屿国家，青年人认识到在能力方面有很大的鸿沟，其中的一个不平衡的现象就是亚太岛屿的许多青年人因为使用网络太昂贵，所以无法用到网络上的服务。为了要解决这个价格的问题，我们和关键的参与者合作，鼓励政府能够采纳我们提出的一些建议，包括要立法，为当地的人口提供更多的互联网入口，提高宽带的服务。在加勒比地区，在战略方面，要建立起一个共同的区域机制，加强政策的合作，而且各地区的 IGF 还应该加强合作，让我们能够一个一个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谢谢。现在请青年联盟的代表互联网治理青年联盟是代表了不同领域的专家，涉及到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但是今年呢，我们是有许多同辈之间的学习，青年人实施了具体的项目，另外呢，我们的活动还包括能够适应劳工市场上面所需的职业技能。我们
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青年学校。最早的那些学员，他们后来也成了讲师。非洲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一个非洲也是一个国际的项目，是一个叫数字草根的项目，是由青年人为青年人设计的项目。那么现在请 Diego 来继续我们下一个部分的讨论。我想问一问在座的嘉宾，你们是不是有评论或者是问题？就刚才动力联盟所谈到的，我想我刚才听到关于性别 DC 的代表所说的，在互联网论坛治理论坛期间需要有好的报告。几年之前我们看到在讲习班的报告当中必须要有分项的数据报告，比如说有多少男性和女性参加了每次的会议，有多少次提到性别这个词。这是一种积极的方式，让我们能够测量性别问题在我们会议当中是怎样被谈到的。我想我有点担忧，我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考虑，在填表的时候还不到15%的人填了性别问题的这一部分内容，所以说呢，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问题可能还不够重视。最后呢，简单的说一点，我觉得我们要想一想，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性别，有跨性别的人，我们很少看到他们出现在互联网治理论坛上，而他们其实大量的使用网络，特别是因为他们在现实当中会遭受到歧视，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现在有必要致力于维护性别的平等。我们要让所有的性别，包括被边缘化的性别也参与进来。Lakshan， 谢谢。我想再谈一下联网的物件和物联网。虽然我们希望把所有的东西都连上互联网，但是这个成本非常的低，那我们是不是在把互联网变成威胁之网？因为在安全方面可能做得不够好。我想我注意到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而且呢，现在有必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上网，弥合各国之间、性别之间的不平等的现象，这就需要教育，要就一些我们认为比较基本的东西进行教育，这就是我今天听到的。Thank you, Celine.谢谢 Celine. Andres， 关于拉丁美洲，并不是投资不足，并不是对人力投资不足，有一定的投资，但是缺少的是各个项目之间的协调不够，有好几个项目相互之间没有合作，因此就没有拿到
必定的效果，需要在更高的一个层次进行一个协调，比如在政府层次，所以就会使这些项目更协调、更有效。我们还剩一些时间，现在我们可以请在座的听众发言，你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的在座的发言人和 DC 也可以回答你们的问题。然后我们有远程主持人可以就是记下我这个远程的问题。那在座的先问一下你们有没有问题。那现在我就请我们 Martin 先发言，就是每一个技术就是既有威胁也有机遇，所以我们要进行能力培养的时候，不仅要把他们联系起来，让他们之间相互对话，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去治理。我们也要尽力的从里面去获得收获。谢谢。在座的还有没有意见或者是问题？大家是不是该刚吃了午饭，还没有回过神来？请这位发言。因为互相，人们在互相指，到底是谁要发言？我以为有人先发言，我就让他想让他先发言，不好意思。我这，喂，这 Icon。感谢刚才所做的介绍，非常有意思。我想知道，就是在座的发言人听了各个 DC 的介绍，这个动态联盟的介绍以后，那你们看到可以形成怎么样的合力来推进 IGF 为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贡献呢？谢谢。刚才是不是还有一个人想要发言啊？请您提问。大家下午好 ，Marin， 我是 Marin， 来自 Nigel 的这个发言，我想回答一下。我想就是想问一下台上的发言人。就是你们的在环境、社会和文化层面的话，你们的工作重点怎么样和这个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而不只是一个象征意义的这个所谓的可持续性。那台上的有没有人愿意先回答，就是关于合力的这个问题。我在eBay工作，我就认为合力的话，首先是要进行教育，要逐渐的把人们放到网上来。我们首先要促进教育，虽然我们是处于下游，这个链条的下游，但是我觉得教育是可以带来合力的。其他地方能形成合力的，我认为就是不论你是来自哪个国家，什么性别，什么教育水平，就是
在某一个领域，你可以就是在这个网上，你有真正获得事由，所以我觉得这是和这个日常生活可以连接的一个点。谢谢。我想在思考，我就想怎么样回答，而不是只是象征意义的谈话。我认为现在有一个新的配方，新的形式。我们过去有一些事情其实很已经知道了，比如说社会的文化的标记等等。那么新的这个就是现在的所谓中立的使用者，这是一个误解，必须要消除，因为使用者们他们是人，他们有各自的背景和经验不一样，有一些对话是关于算法等等，怎么样？就是人工智能怎么样影响我们的权利等等，在这方面，我必须要强调人权。我们这些基础是绝对不能放弃的。我在看动态联盟，你们是否有没有一些补充呢？这儿 Alice。谢谢。我觉得差异是存在的，大家都不一样。现在有一个威胁，就是各自为政，闭门造车。在性别、宗教方面，大家各自为政，说这儿有一个团体，那儿有个团体，大家都不一样。我们必须要找到合作的方法。差异始终会有在，可能人们始终会有特别的需要，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需求是相同的。因此呢，我们要找到这些共同点，然后就此进行合作，那就需要把标准在国际上进行更好的这个统一。比如说，如果您想在当地买牛奶，超市买牛奶的话，就不取决于你是否有这个受过教育，是不是残疾，这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就要有更多的这样的国际标准，为这个来，我们将必须要努力。还有没有其他的动态联盟想就刚才的问题来做补充呢？没有。有没有在座的或者是在线的？观听众要有问题的，谢谢。我是来自民间社会，已经 MAG 的成员，参与了好一些几个这个相关的活动。首先，我想说，就是动态联盟的性质，这个名字不太好，不是随便起的。这个动态联盟是要带来改变的。今年我们看到 IGF 里的这个，今年的 IGF 我们看到动态联盟更多的带来改变。那我们应该，我觉得动态联盟，我们必须要看哪些是奏效的。哪些不奏效，然后要有抵御力才能够推进我们的工作。对于动态联盟来说是很有收获的一年，祝贺你们。那我就在想，在未来，就是从其实从今年初开始，MAG 就开负责。这个工作是否会终止？会不会有一天，动态联盟说我们的这个任期完成了？我们怎么样确保这个工作始终进去进行下去呢？
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提给动态联盟，动态联盟，你们是否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呢？我代表青年动态联盟，我也可以回答问题。现在先请核心价值动态联盟来回答。那这个工作要始终有活力，这本来就是一个动态联盟，它是持续进行的。重要的就是他们不要。就是变换主题，他们应该就是工作有重点，就是一些共同大家关注的话题。那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这个共同主题就是互联网。现在请 Hellers 先回答。技术变化，这个互联网的性质也会变化，所以我们的答案也会变化。这些。所以，关于技术的问题也会变化，所以我们动态联盟一定会始终具有相关性，所以我们一定会始终具有活力。谢谢，奥特曼先生。我们在 IGF 几多年来都有非常颇有成果的讨论，拿出的文件也是非常好的。那么，怎么样？刚才 Jackson 也说得很好，安全是一个优先问题。信息社会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有。拿出一个好的文件来指导我们所有人的文件，还有一个就是伦理的层面非常的关键。对不同来说，伦理意味着不同的内容，包括世界经济论坛、UNESCO 等等组织都在伦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NGO 等等做了很多工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有。应该要制定一个总体的文件，来指出我们需要讨论什么，我们关注的重点方面是哪些。有些问题是很重要，发现这个问题后，还要把关心这些问题的组织，各个组织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些问题。Hackshaw 先生，我们是一个新的动态联盟，今年才开始。那我们在这一次的 AGV 上能够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有一些工作，有一些除了在这一个论坛上，在其他的联合国的这个平台上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类似的讨论。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些合作的结构，就是。让我们在 IGF 在这里的成果能够在其他的一些平台上，为人们所知道，供他们参考，提高我们的知名度，可能对以后的工资什么的都会有帮助。谢谢大家的回答。现在就请 Diego 来为我们这一段的会议来总结。这个任务艰巨啊！刚才谈了非常多样的话题，但是我最想说的就是 IGF 讨论这么多重要的话题，使人们加入到各个动态联盟里面去深入讨论。很多人都在说，我们需要知道下一步做什么。IGF 应该做什么？在下一步，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讨论更要把它变成真正可以提出的这个政策建议，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止在这里讨论技术，如果我们想拥有包容的、繁荣的数字转型的话，我们就要关注人，而不只是关注技术。大家如果听了刚才台上的发言，他们都在讲人，尤其是教育。他们说，领导人、领导者，说妇女，说青年。Celine 呢，说了，中小企业也是由人来运营的。所以主要的挑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培养人们，让他们做好准备，这是最大的挑战。当我们看到所有的人都在努力的进行他们各自的转型的各行的转型的时候，很少有人说这个，很少有人谈到高等教育的转型。虽然我们讲重新培养人们的技能，但我们真正要去思考的就是，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让我们的人能够面向这样的未来，准备好这样，做好准备。因为基础设施的这个鸿沟弥补很快，的确还有工作要做，但是更重要的是，怎么样让我们的人民去利用这些技术，怎么样去创新，有相关的技能。所以我们的主要的挑战呢，就是要确保这样的一个新的世界，一定是有利于所有人的，促进他们的福祉了。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谢谢所有的人，我要再次感谢我们台上的发言人，感谢所有的动态联盟，介绍你们的工作，我还要感谢在线主持人和所有的字幕员和口译，来确保我们今天的讨论顺利的展开。感谢Michael 也组织了这一次的会，Parcoscoma 也要感谢你。协调组的工作，谢谢所有的人参加今天下午的会，希望在接下来的会和你们再继续讨论相遇，谢谢。